刚好经过这边，好像是模范市场附近。然后我很惊讶的是，这家日本料理店居然收掉了。这家叫 Sono， 就是这附近有三家 Sono， 然后桃太郎，然后鸡冰。鸡冰很小家，就是适合一般家庭聚会。就是它有贵的东西，可是你可以在里面大概几百块、一千多块就有的吃，又不会像有套餐那样，就是很难，不是很难吃。就水车之前是卖日本料理，人在中区，后来它改成套餐，有一些还不错吃，有一些就如果你是想要吃精致，你会觉得有差。那真的想要吃精致的会觉得，因为有的人偶尔会想吃精致的嘛。那这个这一家应该是以前啊，不是我这个年代，以前建商最爱之类的吧。现在不是还是很多建商吗？为什么会收掉？没有啦，但我们台湾还有很多种有钱人。可是这个我知道以前，好，就是我爸或是什么的，他们跟他们其他的他们同辈，他们都会花钱吃这种，不要说很莫名其妙，就是还蛮贵的东西。那像这种店一般都是他们聚餐才会啦，就是有什么事情要讨论的时候他收掉了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来跟他们来吃过这一家，吃过一次，因为我后来就已经人都在台北了嘛，我没有一直在吃这种东西。可是这一家我记得一个人吃到好几千块，七八千块是很正常。因为就你以前你不太清楚日本料理到底是怎么开价，但因为它有一些东西是海鲜，然后如果要新鲜的会很贵，这很正常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吃生鲜食品，除了我家猫，对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会觉得非常贵啦。而且他们后来比较多是什么火锅啊，或是如果他是有处理过，他当然很精致，但其实我多少也觉得蛮贵。不过其实日式料理也是这样啊。他现在要租了，其实这可不可以，他可不可以租来自己住啊？那个他可不可以租来自己住？还蛮大，这很大，他居然没开了。因为我想说现在不是，所以因为我想说现在芳姐还是一直在说房价越来越高，到底说应该有钱来吃饭。没事，有猫咪在那边呢，在那边有一只猫咪，猫咪说吃生鱼片。对啊，如果他们有切剩的应该给猫吃吧。小贝不是小贝贝，猫咪怎么办？没有生鱼片可以吃了。然后桃太郎，我现在这样子不知道在哪一边呢。但是这边是从以前中区的日本料理完了以后比较清楚，因为有一些真的是踩就抽，就是有一些真的是齁，就是一桌可能几千块，然后十个人弄，有的人真的吃不惯啦。就是如果你要吃那个，你可能去吃热炒什么的更好。我说一句实话，猫咪耶，要给它吃东西吗？小宝贝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带肉条，你叫它等一下，我先照一下哈。猫咪救了这一片，猫咪，哎呀，好可爱哟、猫咪，你现在我都不想去照桃太郎了，我可不可以先去照桃太郎？我要先找到它。那台中就是还有两家，那后来有一些比较精致的，或是新开，我就真的没去。因为我说我就吃一顿两个人吃到上万非常正常，因为你吃饭一般不会一个人去吃嘛，就是两个人吃到上万非常正常嘛。那如果你有叫一些很比较特别的东西，那你吃到通常会到两三万，通常只有叫特别的东西，如果两个人。但是如果你是三四个人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讲。对啊，那桃太郎现在还有，上来看还有，鸡冰也还有，可是我现在照不到了。小贝，还是我们先去找桃太郎跟鸡冰，如果录不到再回来录收呢？要先照还有开的吗？找不到了。那模范市场我自己从来没逛过，我来这附近我没有逛过模范市场。对，就是我在这边印象就是自己家日本料理店这样而已。因为如果要吃便当，我家附近就有了。想一下在哪里，真是找不到。
就是，然后现在这边开了蛮多这种法式啊什么的，找不到。基本上你如果骑摩托车开车这边绕，那一家没得吃你就吃别家就对了啦，就也才几家而已。如果还有别的，我想会开在这附近的等级一般会差不多，就是以开店的方式来说，你不会在这边看到像水车会转型，也是因为水车它附近也没有什么大的日本料理店吧。哎，好像是前面找到了。那因为有时候，因为我的生活，老实说没有那么，不要说无趣啦，就是我除了吃饭还有别的事做，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丢家呢。还在这边，但是我还是会想，偶尔还是会想吃好东西的。我记得像基边他们有一些商业午餐，580、380就有了，但是它不会很差，而且因为它不像水车套餐太多种，所以还算 OK。你如果要人家出很多种又要便宜，其实你就不要想说你有办法吃到很精致，因为啊要人手要工作，所以有时候它如果便宜，然后种类比较单纯，但一两种很无聊，可是它就比较单纯，你就吃吃看。那这个是吉宾，对，我们家比较常来这边吃。他现在他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还开着的，他没有很小家，其实他没有很小家，只是因为其他两家还蛮大家的啊。桃太郎我这个是人家住的，桃太郎我应该也吃过，可是我比较没有印象。我记得我吃过的是 Sono， 因为他店很大，然后进去还有那个可以走这样。Sono 桃太应该也不便宜啊，那要多少钱？反正就是我说的那个价钱，就是你来这种地方，你不要说带一两千块，因为这种大家你可能会走不出来。如果你又要想点什么东西的话，好，那就给大家看一下。还有什么呢？没有了。对，因为贝克来说这条路线，因为有时候你聚餐或是跟朋友聚会，你想吃吃看，也可以来试试看，这是真的。就是气加气比嘛，人生总是要有点经验。不用了，不是气气比，怎么了？还在照？剩七秒，哈哈哈！不是气气比，就好吃哦，啊，新鲜了，因为这种新鲜应该没问题。